这次邮票展览是由中国国民党邮政党部所主办的，也是东部地区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展览。从所有展出的邮票可以详细地看出我们建国的历史，他们还可以展览总统的丰功伟绩，也可以在很多邮票中证明出中华民国是联合国最初发起国家之一的贡献。此前往参观的观众都获得了深刻的印象。